位置，它就会一直叫。好，狼哥可以开始了。你要在这上吗？好。他会把屁股转向溺水者，然后呢，让溺水的人呢抓着他的尾巴，然后并且拖他上岸。比林加油！比林加油！啊，可是你看溺水者，他有可能没有办法一直抓着他的尾巴，然后呢，比林也会再回头再去救他。跟着伊雅帆船俱乐部出来，不小心掉到水里面的话，放松，等命令去救你。救援成功！成功！命令要甩甩了，超酷的，命令好可爱。那个就是狼哥，有没有看到狼哥？没不理你了，又在救。命令好累啊！他说一天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溺水？加油加油 ！V 零超可爱的，我们三次来这边 ，V 零都有陪我们一起出海。然后 V 零很喜欢玩水，你看很可爱，对不对 ？V 零加油！再度成功！哟吼！好棒哦！小心 V 零又要甩水了。哦，好可怕 ！V 零 V 零。谢谢你的救援。这就是狼哥，狼哥昨天带我们去夜巡梅花鹿的狼哥，没有毛的狼哥哈，没有毛的狼，狼哥说他没有这么黑好吗？狼哥说他是白底的，白底的，白底的，真的白底的，真的他是白底的，晒成黑了。然后那个是狗哥，两次出来都有带我们来，快艇上面的是彩哥，彩哥吗？对，彩哥。快艇的是我们的彩哥，来，我们的船长小明，船长小明，嗨，还有我们小石头，小石头，你今天跟船长一对一耶，太幸运了。小石头刚刚那个下水就下下了，小石头你要不要再下水？还没下水。小石头要不要去下水？刚刚好可惜没有直播到小石头下水，因为他下水的时候刚好是，一定不会去救你啦，一定不会去救他。你在那边等着，我在那边过去了。米林 ，go go， 米林叫，米林，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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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船长还要下去救才有嘞。来，过来。米林，米林救我老公，米林，米林救我老公。go go go go。真的，大家给 V 令一个赞吧，大家给 V 令一个赞，可以帮他分享一下。V 令那边还有一个人需要抢救。V 令 ，V 令，来 ，V 令累了，V 令好累。你们不要再欺负 V 令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一直，然后你就狗狗叫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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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看到狗哥一直在假装开水，然后冰冰就跳下去，冰冰真的是屁股对着他哎、欸，啊，冰冰真的太可爱了，你看好棒哦，冰冰真的要把他拉回来了，冰冰加油！你看，咪咪加油！
生吗？对。哇，美人鱼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要来示范一下美人鱼怎么游泳。小石头，你不是说想要钓鱼吗？等一下你就可以钓到一只美人鱼哦。好啊，我们连美人鱼大家一起看哦。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分享的话呢，可以帮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然后也可以再来伊雅这里住民宿的时候呢，参加他们的帆船俱乐部一起出海玩哦，就可以跟我们的超级巨星必定一起照相。哎，我这里开始换衣服就可以拍了吗？换衣服就可以开始拍了吗？哎呦呦，我们跟着我们的辣妹，辣妹船长，赶快跟着我们的辣妹走。这是我们的子明船长，等一下哦，他现在正换上我们的美人鱼装。我们只有在电视上，我们真的是独家哦，因为我们只有在电视上看到，就是直接穿好的美人鱼装，但是没有看他怎么穿，然后他其实呢是都有把它保护好，板子，然后这里可以把脚放进去，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对，所以它会变成蹼这样，有点硬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会有一点点弹性。哦，了解了解，石头你坐好，石头你坐好，你要尿尿是不是？对，你要干嘛？等一下哦，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穿上他的美人鱼。对，我们这个子明船长这是他有上过电视的哦。上次我在 TVBS 有看到你，是啊，参加了一个比赛，看到你游泳。对，但是你实在太不认真，就是拉票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我的对，应该是我的对手都很认真。真的吗？对，他们还去垦丁大街啊，或者在台湾大学啊，就是在路上，然后还有人特地回他的国中去演讲，然后叫学弟妹，全校学弟妹帮他投票。咋还有？你应该要去参加办个演讲才对。谁要来看我演讲？哎呀，好，我们来看他穿上可爱的美人鱼装。哎，他的脚在这边呢。他先放进去之后，就是他可以慢慢，就是跟穿丝袜一样把它拉。这个美人鱼装只有这个俱乐部有，目前只有这个俱乐部有，对不对？哦，肯定这边也有学校，就是在教你说怎么用穿这个，然后在海里游泳。哦，它叫肯定美人鱼学校。然后肯定美人鱼学校。对。哦，你有去那里教课吗？我没有哎，但是我朋友在那边。哦，对。所以你是去那边学就对了，你有去那边学怎么游？有，大家一起去切磋，然后跟他们学一些，比如说闭气啊或什么的。哦，好好好，等一下就请你那个在表面上就好，因为下去我们拍不到，因为他也会潜水。等一下穿一整套比较好。真的假的？漂亮哦！我要用 GoPro 拍哈。GoPro 真的吗？我们其实可以上那个，就是 YouTube 搜寻我们的伊雅帆船俱乐部，其实也可以看到影片。然后我们刚刚是独家看到他怎么把人鱼装穿起来，好辣哦！他现在要怎么下去啊？跟你说，穿美人鱼装就是最蠢的地方，就是你要跟虫一样用爬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！小石头摸鱼尾，小石头你钓到一只美人鱼耶！你准备我们美人鱼要下水了，呜呼，美人鱼要下水了。我要走了，好，拜拜。美人鱼，你下去之前我问一下，如果没有去上课的人可以这样穿下去游泳吗？穿救生衣。
一个会是小心米，不是鲨鱼的。我脚杀掉了、啊，等一下就小心米可以吃了。声音去换哦，哈，声音去换脚，确定不能讲话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然后他们其实呢，就是要受过专业的训练，然后去上课，才可以用美人鱼的尾巴游泳哦。好酷的耶！他居然在里面把鱼尾巴换下来耶！哦，我们的美人鱼要有尾了。你的王子在哪里？你的王子哎、欸！哦，鱼尾巴先上。那个，他是因为有人靠近我们，他在叫。对，那个摩托车。哦，那个摩托车靠近我们就会叫。哇塞，米莉，你真的是好尽责哦。好，妈妈来陪你好不好？好了，我来陪小朋友。好，那我来陪一下小朋友哦，等一下有空再跟大家直播，拜拜。